啊，这就是拿回来的那些个行李呢，就是他们从那个长布发过来的，发到车站上头，我们给我们给的那个通知的取行李的条嘛，我们自己去取的。那这来了以后，那个行李就简直不能看，那就误会的啊，简直就是在那个腰地窝子里边那个油缝那个熏的灼的那被头都被子都烧的窟窿，上面那就是脓呀血呀的都抹的脏的，简直满满的，那里头包的那个吃的那个碗啊什么的，那简直就不成样，就是这边上都是就糠皮麸皮这些东西，上面就都干到周围的，啊，就是连这个吃饭的碗了，不知道，那就是。可能就是碗也是他，说不定便盆也是他。我现在想着就是，就连那个东西都裹了以后都给我们寄来，啊，里头就没有几件像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几件就是成衣了，又是什么？看来是去了以后大概是劳动，也就是不得穿，还在那地方还干干净净的放着。